爱因为信了你，你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的星，你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的星。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维新贤师同修代表，奎士连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今天奎士连10月20日下午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共修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真经里面所开示的气探学就是风水学。你在人世间有人的身体，一定要有气，要有血，就是要有呼吸和血液，有思想。在住家房子也要有气和血，就是风与水。在天界，你们看很多画画大师，他们入定的时候画的天界各种天宫的这个住宅公寓宫殿，都是风水学。若是没有风水学，你在天界上成不了一个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很多殿宇也是要有风水学，风水的妙法，不然也成就不了殿宇，何况我们娑婆世界人世间呢？人世间我们加上有一个有形的身体耶，身体上有细胞，细胞有能量，有能量就有受到风水雷电与磁场的感应，所以这种风水学的真禅与妙义，王禅老祖慈悲开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离不开风水的庇荫，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探讨。曾经有一位先生他也是非常用心有修行的人，他看到我在电视上讲风水他很担心我会掉入地狱没有办法就近他就到玄佛寺来了，指明一定要找我没有找到我他绝对不回去他等等等呢，我在天坛写了一些事情，写好了就出来了他在天坛门口等我他也很谦虚的很有礼貌的张老师我是你讲风水讲得很好易经讲得很好但是呢我有一件烦恼像你这样的一直在传风水，希望大家要平安，
但是你自己不自修，死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谢谢你的关心了，死就死了嘛。哦，那么你的灵性没办法究竟解脱怎么办？我说我来世间上的目的，走一趟，将我理解所修所懂的这一生，我把它传开嘛。只要大家平安升天了，啊，大家平安就能修行，大家家里不平安，修行也没有用啊，修不了行啊。啊，你也离开家里，要到天上的人爬不上啊。哦，我若是大家有缘的都能成就了，哎，我到地狱有什么关系？我到地狱，只有我一个人。哦，大家都到天堂去了，我在地狱没有人再找我，我可以落得轻松，可以修行。哎，只要我在世间做到问心无愧，养无愧天，福无愧地，这样的话，我还有哪里不好？那是天的事情，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所以谢谢你的关心，我也会很注意我未来怎么走。但是当下我谢谢你了啦。这位先生呢，很谦虚的，哎呀，我今天来终于知道你的心愿，所以我在这里谢谢你。好，那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可以啊，你有什么事你讲给我听。他就跟我说，有人说了，风水啊是一种迷信，风水没有办法究竟。那么你看做风水另一个境界怎么样？我跟这位先生说，天界你有没有去过？他没有嘞。极乐世界有没有去过？没有嘞。大梵天界有没有去过？没有嘞。那你怎么知道天界没有风水啊？哦，这位先生马上跪下来，师父，我看到风水了。当时叫张老师，那时候我叫师父，我看到天界的风水了。那就好了嘛，做到问心无愧，家家户户平安，你就有机会修行，修行你就能成就嘛。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有他的真禅妙意，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少不了风水。宇宙虚空那么大，任何一个神你只是一个小微尘而已，风水满宇宙虚空那么大，你任何一个神还是一个微尘而已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一个微尘，我们世界上微尘又有灵性的微尘以外，还加上我们受身的微尘能量，所以需要风水气血顺畅，你才能做到心安，你才能再去领悟更多的心法。我们上一节也跟各位讲到我公路，这个风水真经啊，公路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在天坛嘛，我坐东向西，过到一段呢，青龙白虎，各有利弊的原则呢，所以天地震动了，就相应了。好啦，所以这个诸天圣神、活菩萨都来朝想，来赞叹鬼谷先师，他的鬼谷先师的心法。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哈。天龙护法圣神来朝想，这是普照普愿呐、风水真经传天下。诸天圣神呐、所开示的普愿风水真经传天下了，能这个解救苦难，众生脱离苦海。
苦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不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哎呀世间沉沦啊怎么样，那个沉沦有沉沦原因，哎呦世间人做事业失败了的逃债啦躲债啦怎么样啦，那有那有原因，你要去找原因。昏嘛，好很多，做几年来看太多了，做事业赚钱赚得不得了哦，就嫌说办公室太小哦，就盖个大办公楼，一盖公司倒闭，哈哈，你盖错违背风水了啦。啊，那么好，你就再盖啊，有的工厂太小就迁，一迁到大的地方，风水又错了。那时候老先生帮你点的风水怎么做？现在换年轻的先生哦，照年轻的科学时代算平的一平方几百块来算这个风这个费用了，嘿嘿。然后你盖好了公司倒了，啊，或者进去做一段时间公司倒了，这个太多太多太多的案例啊。但是我看一看只能笑一笑，也许各位的智个人智慧不够，业力不够，所以我都一直鼓励我们的维新田氏同修们，你研究风水学一定要研究透彻，研究风水要加上研究易经，你一经不学，你风水只看到表面，你不知道内面一个人的福德、道德、因果，啊，他的智慧是圣地，你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帮人，或者给自己找到一条安心的路径，啊，所以易经风水学是世界和平的灯塔。那么讲到这里呢，诸天圣神活菩萨都普愿啦，哦，风水真经能传天下啦，啊，那么 解救苦难众生脱苦海，十，而写到这里的时候，十乙亥年，乙八十四年，啊，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到未时下午，啊，未时快三点了啦。啊，那么九龙围绕地球如细珠，有九条龙围绕地球，叫细珠，很漂亮哦。我坐在那里看了，好高兴哦，在我们的天坛的上空上。那诸天圣神天人观此瑞象，啊，皆赞叹，啊，就说了鬼谷先师大慈悲了，啊，蓝天开门度众生，蓝天门有台湾祖师爷，啊，承担天命，诸天圣神活菩萨，尤其王禅老祖所长的八卦，啊，将蓝天门打开，啊，怎么样看蓝天门？第一个，你可以去看中国大陆云梦山那个蓝天门，那是天上的蓝天门的整个外形，啊，里面的骨头、骨啊和水就在台湾南投市，啊，文化路。易经大学维新圣教总坛前的蓝天门，这是骨，大陆是肉，啊，台湾这个是骨，骨肉本来就相连，你就可以了，哦，蓝天门是这样的造型，啊，所以那又讲九龙戏珠啊，救世人呐，啊，普愿众生皆清醒，希望众生都是清醒了，啊，那么术士护持真妙法，
所以诸天圣神大家一起就开始勉励了，我们大家来到世间啊，都要有这个心护持王禅老祖开示的这些真妙理、风水真经。那么龙天护法、诸天圣神也是大家都一起花这个心来护持王禅老祖传了这个风水真经。所以那时候我才在84年的3月24日，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啊，有36000众，举办第一场风水学传法大会，36000人，啊，由啊，当时本基金会叫做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我们秘书长呢，那时候我们还没成立，只是禅寂山仙佛寺的名，办这一个啊传法大会，啊，由圆道法师、圆斗法师两位副手，还有吴桂明啊简师长啊的一起护持办好这个传法大会，也由第一届的啊已经大学第一届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同护持。啊，若是十方法界天人法界对这个风水真经认为有利于世间的时候，一切圆满。结果36000众啊，首次在林口大体育馆爆满。之后我们一路走来，天人法界圣神是赞叹王禅老祖所传的风水真经啊，普传天下了。好啦，我在写到那一段的时候，一面公路，天上九龙戏珠，中间是地球，啊，九龙在虚空，法界的新年看得很漂亮。后来串成一串，就变成一个佛珠，好美的佛珠，晶莹透剔透。啊，若是没有亲眼亲眼看到了，你一定会感觉师父在编故事。啊，你们大家编故事，没有罪过，我编过一故事，我有罪过，何苦来哉？啊，所以老祖师尊呐，一路走来，啊，叫我尊天法子来修就好了，啊，不要有个人的啊太多的意见，啊，好了，我们再想，鬼谷一出，天下定太平啊！鬼谷先师赞叹呐，鬼谷先师啊，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先师。护耶昂坦老祖又开始说了啦，又开始了啦。末法时期啊，这里末法时期人都偷懒的啦，啊，人很奇怪，现在想赚钱，但是不修心，也不是修口，也不行功立德，啊，我到处花，花的乱七八糟。有的家破人亡，事业一败涂地了，你再来求神，拜托拜托，凭什么拜托？哦，九九六六，那我也要修，嘿嘿，那是你的事情。你来到世间走一趟，自己不找到自己的本心良心。做事都被世间的三毒念头贪嗔痴绑住了啊！到最后来哇，求神哦！说实在，神也没有欠你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嘛，
大雄宝殿刚盖好了，啊，他就来求老祖说，他生两个女孩，都很大了，想要生一个男生来继承他家的香火，不然五个兄弟都没有人生男孩，啊，所以他就很烦恼，就求老祖啊，啊，老祖很慈悲，好了，你要了就给你嘛，哦，给你一个姻缘，什么时候怀孕就是男生的啦。啊，他跟老祖说，啊，若是他能满他的愿的时候，他要捐多少钱，啊，为了来护持这个法。我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捐钱捐不捐是你的事情，你要好好把你的子女，啊，把他，哎，好好教育，将来有用的国家人才可以普利社会大众，这即是最好的回报。啊，他我讲归讲，听归听啊。好啦，孩子生了到三岁了，他的事业也不错了嘛。啊，不错啦，啊，就开始要转投资了啦。认为自己做的那个事业很出众，哦，就转投资赚比较旱贪嫩啊。啊，那时候台湾的股票又一波嘛，啊，一波呢，哗就转了，把工厂呢拿去抵押这钱，哗下去了，全部泡汤。哦，很急哦，又来求老祖了，哦，我什么事情？啊，他说现在我孩子不生了啦，我你说生啊不生？哦，那什么事情？请先讲给我听。我说你没有智慧。真的没有罪，告诉你有什么事情来请示老祖，我们有签嘛，抽了可不可以？挂装没有财就不要嘛，挂装也没有库也不要嘛，啊，挂装兄弟要处事也不要嘛，挂装祖孙要处事的话，那自己要讨给金星罗嘛，所以我们不婚事道场有挂着签呐。准得不得了哎，结果他就不以为然了，啊，哦，只是求啊，老叔啊，就是你在帮我求老祖啦，哦，以前我的这个孩子，这个男生孩子呢，我欠的债哦，还没还老祖嘞啦，好，哦，以后再还啦，哦，他就向老祖宝贝吧，先宝宝贝贝宝一个多钟头都无背啊，转了关睡了关呢，我呢注定失败啦。哦，你贪嗔痴嘛，没有智慧嘛。哦，所以神帮你忙只有一次，了不起两次，最多三次，接下来你就要自己修行哎。所以我们的法门老祖开路方便路给我们呢，第一次帮你忙，第二次帮你忙，第三次绝对不帮忙。有的同学说，老祖不帮忙，那我不要拜老祖，好啊。老祖他也不看你摆，对不对？啊，老祖他带薪带多，啊，是诸位给大家，你自己不修，嘿嘿，只那么求，像一般众生，你们从天上借来到世间来，不知找到自己的心，而像一般的凡夫大众，哎呀，真可怜。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呢，我们要用智慧，啊，妙法传天下。老祖都已经，啊，成立一间大学，啊，传授这么多的妙法，大家好好学。我们网络、微信、电视台都这么多的妙法，啊，啊，来，我们鬼谷先师又开示了。梦啊，时期人脱难呐，啊，捷径取巧，花样新呐，小比较开劲嘞。好，啊，我发现。我们的现在唯心闲事都很傻，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在学在修，失败的少。啊，那么你到公庙到处问啊，问通灵，问什么啊？想取巧，告诉十问九拜，一问没一个没有拜，那个很快就拜。这是看多了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傻傻的跟老祖走，老祖叫我们学道，我们学道，我们用意，凡事皆沾，你绝对不会吃亏啦。
好、哦，再来，前面中央啊，啊，这里埋粪池啊，现在很多的新的住家前面都埋化粪池啊，居家败落才见空，啊，宿舍改换啊，宅后方啊，啊，白虎怕闹，龙怕臭，做风水的就简单的法则啦。现在因为很多建筑公司要省钱，啊，把化粪池挖在门前面，过去踩着他的化粪池过去的，这个渐渐都会冷落，会没落下去，啊，这个要注意。现在建筑公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房子不要买。哦，他说没有办法政府法令，你就不要买嘛。你为什么要只听政府法令，啊，不顾人命？那个没有智慧吧？啊，所以建设公司就是跟着政府的法令方便，可以省多少万，结果住的人全区都不平安。再加一某一个公家单位建设的一个社区。啊，200多户，厕所都在前面，门都开虎门，所以搬进去13家，啊，一年后都搬光光，那社区很可惜，这国家的损失呢，政府官员的糊涂没有智慧呢，建筑师的没有智慧，啊，建筑公司的贪也没有智慧，当然要倒闭嘛。哦，太多了啦！我讲了我就造口业，不讲嘴痒痒的。哦，不讲，有的人买了，一家灾难，那个社会的福气就是减少很多。哦，这都是洪水宗教的心境啊，宗教的立场来看众生的烦恼和福报，我们要有宽广的见地。好，再来，若是前后青龙位，屋前屋后青龙位，按照粪池埋设取方便，子女智慧渐渐退啊，宿舍改换见生机。好，我们住家的啊，前面后面，若是你在龙边啊，你都啊化粪池啊，厕所现在比较卫生，最重要是化粪池。化粪池的问题碰到了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把依照老祖开示的白红红羊，尤其呢，你化粪池在龙边，小孩子读书的智慧渐渐就退掉了，很奇怪啊！若是怎么办？不然你就3个月叫人来把里面的晦气抽掉，你把10斤的盐呐、给它倒进来的，就能化解了啦。德威精液门窗，门窗权威。来，饮水思源呐、人应该知道饮水思源，是吧？水塔位置要注意啊！啊，青龙之荒，龙啊，龙卷水啊，白虎安塔护你护寿宅阳。我们的水塔，你最好在龙边。不要在湖边，你在湖边呢，啊，家里的女人会受灾殃。这个在详细的我们风水真经的课程里面，啊，10点以后呢，你们看就会很清楚。啊，这个我是把经文，啊，把它带过哈。啊，千里耳通啦，万里眼，啊，万里眼，
电视音响满家庭啊，享受时光啊，天人乐啊，即是家中极乐国。我们现在电视啦、收音机啦，好、在家里大家享受很好，但是位置你要弄对，若是弄错了、放错了，家里很不平安。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的祖先位置在这里，啊，前面呢就电视机，叽叽喳喳，刚好在祖先的前面、神位前面，家里每天都有人吵架，孩子吵架、媳妇吵架，全部都吵架打架，哎呀，我们师兄，是他弟弟，去那边看，哎，哥。你这个电视不要呢啊！没信箱，我没信箱啊！等一下呢，后面他的小儿子啊，跟老婆啊，就吵架了，丢东西一丢嘞，丢到他的头上来，老毁。他在讲出心里的话，说自从新的电视换回来以后，家里没有安宁过一天。在我们师兄不知道就是风水问题嘛，这电视机你放错了嘛，祖先前面你电视机叽叽叫叫，朱雀洞啊，口舌是非啊，那难免嘛，才好了好了，换了换了，换过了，安静下来了啦，到最后的电视机也是风水，音响也是风水，又有如我们第一届的班长圆义法师，他的工厂是铁的工厂，做饮水机的工厂，有一天他也希望说员工会比较大家做工作心情比较好，他就买了一部音响，很好的音响呢，就放在那办公桌的正前面，正前面在这里呢，在那边播，声音在那边响，响了两天，他的员工心都乱了，一乱了，厂长拿刀子要去杀他们的这个员工，吵架那都要杀，很急了。我们的弟子啊，他呢跑到修缮师傅，奇怪，怎么家这个工厂员工突然要打架？这两天很不稳，那谁要拿刀子要杀人，怎么样，他们原因，我算一算，你办公桌前面朱雀洞来客是妖，又朱雀带官鬼来客是妖，又冲就迅雷锋嘛，有了一部买一部新的收音机和音响，就这个问题赶快移开，移到旁边去好了。所以各位同学，风水啊不是那么肤浅，一般所讲的是还有更多啦，青龙气势啊，龙盘龙这是父子母子女聚聚圆融，白虎生事不安宁，吵闹不停，家道衰，青龙音响电视会动的，你真的在龙边，家庭的气势会一直好起来，会更和谐。若是你在虎边，音响在挂在全部在湖边，我告诉各位，家里保证河岸超超，事业一样啦，工作休息不乱，即是禅啦，工作休息不乱，即是就心安。你依照风水学法则，你心会安。不然你安不了啦，你才能安静就心安，禅就心安的境界。
好，前几天啊，就有一位啊，有一位哦打电话来啊，又写信来要跟我论道论禅宗。哦，我的看法，我也没有时间去跟这个扯了。你光文字上耍嘴皮有什么用？你现在工作有没有做好？你工作做好了，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你做人，老公有没有尽老公的爱心？你有，你有的话，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啊，做老婆是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啊，做父母有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为人子女有没有尽到子女的伦理和责任？有的话就是禅嘛，没有的话就禅了啦，很简单嘛，在那耍嘴皮没有用啦。哎，曾经有一个我们老信徒啊，啊，到清佛寺来，讲了满口的禅宗的术语，我说没有用啦，你现在三点半到了，我看你三点半到了，今天这一关过不了。吼，马修点点，师傅啊，你讲啥？我说下午三点半跳票啦，讲啥？你可能都要讲禅满口的术语，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办法帮你调三点半啦，他只能告诉你事先要尽到责任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没有佛法可以找啦。我很不客气，要当头棒喝。我说啊，你看我下午往哪里去借钱？我才不会告诉你呢。因为你这个心态，扛着我去修行某一个大师的徒弟，扛着这个名字，哦，当靠山，骗吃骗喝，到处借钱，借了就不还，钱借了就断，我很不客气骂他。我告诉你，你跟我一样年啦，高头亮星星啦，我耳朵细细嘛，你也没比他大啦，福气跟我差不多啦，对不对？啊，你会较尖尖嘛，也没有像李登辉总统，四四方方圆圆的啦，我那差不多年嘛，你在讲漫谈没有用，该做了，工作做好，责任该尽尽好。好，不要去三点半，你就是最高境界的修行人。那么，骑到站的休困。那么你问我在南方就，我不会告诉你。我告诉你了，你要去借，我要害一个人被你拖垮。哦，这位先生，我很不客气骂他了。因为我要救他，所以我必须骂他坏习惯，扛着宗教的名称，扛着宗教的背景，到处骗吃骗喝。哦，这个人现在社会很多，赶快反省啊，不然你下一辈子你这一生啊死了要回归自己的天上界，不可能一直在掉下去，这是一定的啦。所以各位同修，王禅老祖叫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凡是用意啊，学习风水虽然改善一时，但是易经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一辈子的功课，易经就修成正果的不二法门，一辈子的事。风水我现在帮你改了好了，平安了，你还是要学易经，因为你时时刻刻有不同环境都会来，各种的业力都会来，你怎么办？用意，你绝对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啦、啊，这是真理呀、啊！好，好来，啊，坐禅、行禅、卧禅呐、皆是禅呐、你坐着也是禅。你在走路也是禅啊，卧了也是禅啊，这是禅，
尤其行禅不简单呢。哎，走路有时候，哎呀，你看路哎，哈哈，有的路就看得，看路就看得太清楚了，因为烦恼嘛，头低着烦恼，一直看前面，不看旁边，看小龙，嘿嘿，烦恼也是禅呐、啊。啊，那走路你一直看，哎，因为过去你跟人家结冤仇，人家在前面等你，啊，在那等你呢，在那。你也当作没有看到，眼睛一直往前面看，这也是惨了嘞。所以老祖教我们不要与人结冤仇啦。你结冤仇，你永远没有立场可以去安安心心的坐也可以，行也可以，卧也可以，都传不下来啦。行住坐，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多少人处且少人啊，不要装成哎呀，我很棒，我高人一等。我怎么样、啊、到时候你跟人结恶缘呢，寸步难行啊。哦，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走路周围都可以见得人。啊，不要说哎呦哎过去跟人家结冤仇啊、哦、那嘲笑人家没有出息，嘲笑人家怎么样，哎呀，等到有一天人家成就起来了，你走这条路你的脸无光，哎，就是禅呢。那坐禅行禅卧禅睡的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就禅了。哈哈哈，所以老祖叫我们呢，安心法门，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你们不必跟什么哎呀什么禅宗的禅宗不禅，哎呀，那这个现在很多耍嘴皮了，没有用。做到问心无愧，你绝对会回到自己的啊自己的净土回去了。啊，做到问心有愧，你拜再多的书，读再多的经，也是没有用啊。而、啊、这读经啊有功德，按照经文做人处事，你就是最上乘的修行人。所以老祖要我们法门，你要诵经，要念经都念佛，还要去悟经，然后工作做好了，你就是禅的最高境界了啦。啊，那众生习惯啦，修禅是卧禅啦，啊，那。啊，入定容易啦，禅定啊，去他乡做梦啦。你不睡着能去他乡啊？梦见去他乡做梦也不简单呢。各位同修，我们会每个人都会做梦，我们有灵魂啊，呼吸同床，但是梦不同。啊，有的做梦去喝酒，有的做梦跑给人追，哎，各有因缘呢。所以各位同修，我们来世界上修行，多梦的人，他一定累劫有很多很多的业力，所以这一生来他梦很多，没有关系。当你梦起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起正静下来，好好去想你昨天的梦。啊，梦中有什么意义？哪里对，哪里不对？这也是给你修行。所以做梦是好事，不是坏事。啊，若是你做梦不知道去悟，那你就白修行了啦。啊，所以在做梦呢，我常常有时候一睡呢，从晚上梦到白天，啊，梦了还是梦，包括我现在也在做梦。为什么在做梦？我的梦希望大家啊，希望大家能够研究风水，希望大家都诵经，但是会不会实现，有人听到了会让我梦想成真。有的你讲讲你的，我问到外我怎么来让人敲打后啊，我还得到两毛米走呢。所以都有过着不同的梦和心境。哎，
啊，那啊，卧蚕不离三尺六尺床啦、啊，不是棺材哦，罗汉床，我们所睡的宽度只不过三尺六而已啦、啊。比较多的那个人呢，当然不多啦。好、哦、啊，那么床位床相。啊，宜和易经风水法，就是有的人床位，你不要小看一个床位啊，床位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啊。我们中文的啊法师们，大多能够为他人排好安好床位啊，有的不生。生不出来，床位错了。你依照风水学，在八百的三星或者象星的八百方床位又来做了旺山旺相，那绝对会出丁，会生男丁，这一定的真理啊！啊，这个床位你在衰西方啊，又是上山下水，哎呀，你要生健康的宝宝呢，有时候就会有困难，啊，这我们好多位我们的法师，啊，都变成祝生公公啦，啊，祝生公公呢，所以我们仙佛寺啊，常常有那个红蛋呐、啊，啊，可以吃啊，啊，道理就在这里。好，那若是啊违背正法。啊，这个任横行啦，违背正法，欢迎行啦，错误的方法啊，难保病魔不缠身啦、啊，床头床尾啊，床头床边不冲门，这个法则呢，好，我们下一节会继续来为各位来讲解。啊，这我们风水的书里面已经我讲了很多了啦，啊，希望各界你们要了解，可以等一下啊，在十点钟的啊易经风水真经呢，风水真经可以一起来共修，这节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